快撑不下去了。曾经我以为世界上最美好的旅途是走进爱人的心里。嘿，我找到你了。路上小心啊。跑向他的每一步充满了被需要的甜蜜。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，像一门没有正确答案的课程。你是挺擅长变废为宝的，但是他飞得起来吗？你什么都不给我讲，然后又觉得我不懂，又不给我解释，那你说我要怎么做？你教教我呗。无非是一个人不开心的事，现在一定要弄得两个人都不开心，何必呢？我们遇见到现在多久了？8年多。好久啊。我要走了。一起经历的每一步都证明了我们认真的、用力的、全心全意的为他奋斗过，这些日子不会消失。